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然，我已经到深圳国际电玩节附近的酒店了。现在在做一个精致的造型。我今天穿的裙子是跟十三一起合作的小肥啾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中国风汉元素。所以我今天化的妆容也是要化一个偏暖色系的。差点忘了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最近喜欢的妆容，就先用这种颜色打一个底，打完底之后，用这个最深的颜色在眼睛底部的这个位置给它描一圈，边缘的话要晕染一点开来，我觉得这样的眼睛就特别的大。现在很喜欢在眼头这边也画一点，放大一下整体的眼眶，我会大概一整圈，这边会比较淡，这头和这头会加的比较重。这个妆真的特别特别适合我，因为我卧蚕长得很大。去开门吧。嗨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怎么会有蛋糕？哎呀，生日快乐！我十月十一号生日，哇！给大家看，这是我粉丝给我送的生日蛋糕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这是我穿着草莓兔兔那个汉服的造型，然后上面还有可爱的小贴纸。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，我们国庆节的法定假期一共是多少天？好，我现在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，三、二、一，正确答案是三天。还有四天是你们前后两周周末的调休，不要忘记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。我给大家看今天小配饰，超级小的一个小边夹，上面有两只可爱的小肥啾，这个是我的包包，跟裙子也是同款。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小肥啾，就是露娜戴的，就今天整个人就是一个小肥啾。好了，我已经装扮好了，又骑上我的电动小行李箱，准备出发了。Let's go。不得不说，我的链子只在关键的时刻掉。玩得开心哦，今天也是那么的好看，谢谢，玩得开心。是给我的信，谢谢你。啊，这送我的礼物，这么一大包似的。啊，天哪，我可以吃好久，好喜欢。这里面是我哎。这两位平时看我的视频马上要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了，哇，好开心，好棒。这是什么？台湾啊。不是你们想这样，你们听我狡辩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真的很想看你现场。好呀，那我现在穿了 PD 录好啊。幻夜的盲牌十分有用，针对新安然使用，见过都说好。看是什么，可以这样拆掉吗？还是哇，这个我太需要了，谁家里面又装了好多裙子的啊？该不会是我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不乱，我家不乱。太需要了，喜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
情的支持。这个长毛呀，咦，然后再又被骗了，好笨哦。走了，拜拜。收工打板了，看收到了好多生日礼物，很开心，全都带回家收收好。照片上看起来是高，为什么要暴露出来？好帅哦！谁周边这么可爱？谁周边啊？哇！天哪，后山那里是不是一点点雪？我的小旁边繁花很暗。Q3是的吧？那么哪里能买到呢？啊，那不是线下活动可以买到吗？那有多少钱呢？啊，能150一码大全套，啊，哇哦！哎呦，太划算了！好，没电了，结束吧。